换柱风暴，网友神出招。国民党换柱戏码越演越烈，俨然成为洪秀柱与朱立伦的擂台大战。看到柱柱姐故障对抗吃相难看的杀猪，网友当然也是不遗余力的尽情恶搞。做满四年，听听就好啦。立委、议员、党中常委，加上我岳父，全党都是我的人，怎么和我斗？身为双面轮，我挺柱或换柱的几率都是一样的。口毒小辣椒和心毒朱主席，究竟谁能胜出？哈利互助之新北市长的背叛。当同志在黑箱时，我没有说话；当我被黑箱时，懂新闻全台热映中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